在富源山上眺望全台中景色，白天绵延的山脉映射住不同的季节，不同的阳光呈现不同的风貌。夜晚繁星点点，加上万家灯火通明，人们欣赏美景，美景体现人们的心境。坐拥山间，与星星共舞，享受宁静的夜晚，正是欣赏台中夜景的好地方。在农舍前方，一望无际的夜景仿佛是个无边的画布，布满了光彩照人的繁星，它们散发出来的光芒交织成了一幅幅美丽的图画。漫步在农舍的花园中，只听见了虫鸣和风声，仿佛置身于自然的怀抱中，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和浮躁。这里的风景与城市中的夜景截然不同，它没有灯光璀璨的高楼大厦，但却有着简单自然的美丽。土地面积1663.75平，建物面积150.14平，格局7房3厅8卫。一折请洽0893608889，安顺的产经济有限公司。